糖尿病患者为了控制血糖需要合并药物治疗，却还是有血糖控制不良等问题。生技集团与医学单位合作，针对糖尿病患的血糖做研究，发布临床试验结果。针对这个生态类的保健品，我们花了将近10年的时间研究，发现它可以作用在我们糖尿病的致病靶点，也就是胰岛素受体上。这个研究成果我们也发表在今年的 Nutrient 营养素的期刊，这是一个国际知名的权威期刊。台湾医疗团队在糖尿病医学上再突破，并开发机能辅助食品，而这些都必须经过多年的临床测试。我们并没有放弃，重新去在人体上去验证，双重的验证之下，我们有 ISO 有这各方面的品质之外，我们能够对人体健康真正有所改变。这个研究当中我们获得了世界三生态研发出的保健品，市面上琳琅满目，但都未必有真正的活性成分。专家提醒消费者要睁大眼睛注意专利认证，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。东森新闻李文清、陈如意在台北的采访报道。治疗处方，懂故事。